他说在军中有人叫他海王子。哈哈哈哈哈。四百了啦。好笑。看一下，21。那个500，这个Hello，乡亲你好。要三尾的那个。对，他没有女儿，他爸爸没有。三条200。好像生一个女儿。这个怎么出啊？好像有一个女儿。好像有一个女儿。有女儿。这样子，我这边的。我吧。这几块什么价？斤两。OK，好吃。不知道，不知道他们一天的租金多少，这个我没有问。立刻我不知道。今天货量太多吗？还是人太少？你是说，竟然还有货吗？我靠，今天货超多的，拜托。一百。15号是中元节，当天会卖吗？有没有卖的话，他们会在社团公告哈，前一天会在社团公告，所以现在不知道。今天很过瘾呢，你是太晚来了吧？今天销货很恐怖哎。我知道为什么脸书的人都骂我了啦，因为我是跟直播的人讲话，啊，他们只有看影片，他们觉得莫名其妙，我干嘛自言自语？我现在在跟你们讲话，可是我影片上上去的时候，影片不是直播的，然后他们就会觉得，啊，你写讲什么话，啊，无人会讲话啊，你啊底下讲的有诶无，就像听有啊。他好像两个儿子。你爸爸是有一个，你是有一个妹妹或姐姐啊？你有一个妹妹或姐姐吗？你啊？没有。就两个儿子而已。刚才问他，只有两个儿子，没有女儿。这两包150啊，这两包都给150。差不多啦。好，我们上班到你们了。大概就剩这些了，很厉害了。不过还是要搬。你记得是有经验的对吧？你有经验的对吧？看下有啊。你要这么多？对呀，500，你要算400就。龙王生不出来了啦。对，我弟。哎呦！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！不得我比较紧啊，不得你比较重要。明天嘉义会带鸡肉去吗？什么鸡肉？鸡腿吗？对，另一个是胖弟。小，我们没有小的，就是这个。空的保利龙箱有人专门会收哈，空的保利龙箱有人会收。啊，信宏妈妈有之前有上来留言过，那三条250，300。他妈妈之前有
之前有上来留言过。你们在家讲，我也是。啊？再五分钟我就要收了哦，差不多了，把这个影片跑完就结束了。鲑鱼要冲，对，刚处理的，就是还没切的在那边，还没切的等是在这边。对，有头跟没有头重量是一样，所以没有头就身体比较肥，有头的身体肉比较多。对，他把那个鲑鱼被卖掉了。对，因为这个看起来这样子。光这个尾巴外面就在卖200。这是什么鱼啊？一条金龙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胖弟比你儿子大一岁，所以很喜欢胖弟出现。他弟弟很可爱啊。不是，到那个我要。宝强，拜拜。这个回去要自己杀的。那一堆一堆一起夹车两个灯。他今天只开往这里。啊，无了分两盘，200-300，啊，就过去啊。啊？你要分两盘，啊，200-300就过去。下次什么时候来？啊，礼拜六。你不相信？不会是吗？这两位。到礼拜六再来哦。还有吗？对，今天没来。那不会变价。你不相信？你要分两盘，200-300就过去啊。200-300，来，对吧？这200。200。最近没有下章哦，最近没有下章，我觉得可能下章超贵的。怎么样？打对了吧？打大哥我家。阿管是徒弟，阿管是徒弟，不是股东。对，单身。我结婚了。阿管是谁？阿丸就是水南那个啊。你每次他叫阿丸。我同学在拍的啊。我同学跟他很熟，好不好？你也很熟。我同学跟他很熟，啊，我会跟我同学聊天。我家沙发小买杯果汁。他们不会北上哦，他们不会北上。管现在是股东没错，因为他们阿管现在把他那个之前的点把他撕下来了。对，那个负责收钱的是阿管的老婆，没有错。现在是什么鱼在大出哦？秋刀鱼、香鱼。
干净了。谢谢。看一下，22212，独家鱼，红尾冬，大白鸭，大概是这些吧。秋刀鱼、独角鱼、红尾冬、大白鸭。对啊，他跟他儿子合伙。五件三百，五只个上。好，差不多了哦，看一下。全拿了、哦，哎、欸，郭阿姨啊，你再阿得收购你卖完，厉害啊！你再阿得收购你卖完，顺利好运，顺利好运。最近不会有加州卤，最近加州卤你们吃不下去，太贵了。一定爱讲贵啊！你讲最近加州卤一只都一只都百五啊，起来才要卖偌济？最近加州卤太贵了啦。虱目鱼刺真的很多哈。OK， 我们准备收了，他们也准备收了。好，倒数倒数倒数，倒数了。好了，今天早上就到这样了。就在他吃东西的画面中，我们准备倒数了，五。他吃一口，我们数一声。四，看他吃几口。三，哦，吃三口了。二，剩最后一口，最后一口我们就要说拜拜了。一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明天见，拜拜。明天去我弟弟那边，拜拜。